我要看动画片。不行，我还要睡觉呢。烦死了！给你们放海不行吗？罐头船这个是什么呀？你别动，快点放下。哇，太好玩了！不要啊！快把你们的孩子领回去，我的房子都快被他们拆了。罐头城，谢谢你给我们带了一天的孩子，这个鸡腿送给你吧。